好，我们要继续教大家如何在日本 KTV 唱歌哦。首先你要找到日本 KTV 站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按钮呢有中文。不要浪费时间。对啊，你们赶快点啊！我在教学。我们再看一下到底要怎么点。然后有歌手名，还有中文，然后这边有 English 中文什么，哎，韩文还有什么？啊。格瑞亚正如雷劈。啊。说吧，安哥，请。然后先帮。看不懂。先帮正如点周杰伦。让我看一下，因为我还是不会按日文的字。不用日文字啊。有啵啵啵啵。我在找啵啵啵啵。有啵啵啵啵。没有。那我们要怎么找？有阿给啦。Pub 吗？我看一下你那个字。这个做的好屌。居然有阿给啦。有阿给啦。对啊。我有真的有。男性。好屌。字数啊。嗯嗯，有中文歌曲啊，有些中文歌曲。周杰伦，在日本唱中文歌不错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有啊，好啊，这好啊，那个也有韩国人来唱，什么都有啊。一选中文歌曲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邓丽君，张雨生，大海。周在哪里啊？好久、哦。一定有碰光片头痛的、啊，放心啊，正如。可是我不要点光片头痛，我好久没唱，他会头痛。那会痛。之外啊，这也算我会一点。那个麦克风拿下来、啊，那个。这个吗？青花瓷。青花瓷我不会、啊。张爱兴，我会彩虹，我会青光眼，会吗？算你。哎、欸，周杰伦的杰他们打错了、欸，好好笑、喔。一千年以后，《本草纲目》了，你会对不对？哪里有？点了啦，好啦，然后嘞。预约啊，周永坚啊，第一首你的就上啦，这么快 ，Score， 他唱了以后要去再去表看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，他的 MV 好屌，要有伴唱吗？我伴唱，我没有伴唱我就唱，伴唱一下有伴唱，他有伴唱吗？我伴唱一下，东西你们随便吃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是周杰伦？周杰伦是日本人，搞不好没有伴唱。好屌，好屌！如果，哎，他都有这个哎、欸。原来日本人唱歌就这么辛苦啊！他没有那个吗？我要伴唱，这有没有伴唱啊？不用。很奇怪啊。好，被你唱啊。快点要给我唱。你吃什么蛋，都吃什么碗？如果今天不能开房，舒服的时候不能这样乱操。鬼，你到底有没有还有动动下？不自己的音乐，自己要用的。听我说不要哭，伤心要更苦，快放开双手，跟我在一起上班族。看书地老一般的江湖，这些老祖宗的心情我为你们歌颂。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一起唱。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嘿，让我的天空变光，来自己内外内伤，一扎根千年芬芳，给别人不知道的力量。我表情有带看着大哥，故作轻松自在，你却不满。你痛苦的哀伤，只要张开。这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唱啊！哪个啊？我刚才歌词解错，怎么总是嘴巴张开？蹲小僵尸，蹲小僵尸，蹲又蹲小僵尸，蹲爱上别人的。我蹲小僵尸，蹲闯入坑，又蹲小僵尸，蹲你终于蹲小僵尸，蹲小僵尸，蹲又蹲小僵尸，蹲爱上别人的。我蹲小僵尸，蹲不是这 MV 怪怪的，你是看。啦啦啦啦啦，而且还有这个，啦啦啦啦啦，超白痴的。